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嘿嘿，看看今天这风大浪大的，这海边全是海螺，走吧，看到这个呼吸孔了吧，来吧，徒手开挖，嚯，上货，这水也太多了。哎，这个八爪鱼它跑出来了，一般它都会找个壳或者洞钻进去，这个咱就不要了。当当当当当，哇，好漂亮的一只紫色的梭子蟹，回家变成红色的，猜猜这是个啥呀，上面全是刺，嘿嘿，相互摩擦一下啊。这是两只小河豚，发现一只海蛇，哇，脾气还挺大的，收它，哎，有点小。这是一家六口吗？啊，这个派大星这也太小了，不管了，把他们都带走吧，回家做成标本。又来一只海螺，哇塞，收了，哎，是壳呀，哎呸，这是我在水草底下找到的一只大毛毛虫啊，哇，尿了尿了。伴随着这只小可爱啊，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抖音。